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小猪佩奇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颗超大的奥特曼超人蛋，还有两颗特别的长方形奇趣蛋，有小马宝莉奇趣蛋，还有一颗超能陆战队奇趣蛋。选这一颗小马宝莉奇趣蛋。哇哦，包装上面有我们可爱又美丽的小马宝莉紫月公主，正面有碧琪公主，里面有玩具糖果，是一颗骑士玩具袋。正面有小马宝莉六公主，里面有玩具积木，还有糖果。哇，里面有很多好吃还有好玩的。很大一颗奇趣蛋，用剪刀把包装打开啦。里边更加漂亮了，里面有小马宝莉的图画、苹果尖儿、柔柔、云宝、碧琪、紫月。哇哦，好漂亮的小马宝莉公主，好漂亮的图画。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好吃的和好玩的呢？有两包糖果，还有一张图片，正面是玩具组装说明书，正面呢是奇趣蛋里可以拆到的小马宝莉玩具。哇，我看到了里面有一只很棒的小马宝莉公主，我们可以组装一下。先安装尾巴，哦，先安装翅膀吧。再装尾巴。哇哦，好漂亮的小马宝莉公主，这是哪位公主呢？她的头上戴着皇冠，像不像是月亮公主啊？小朋友们有没有认得她了呢？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拆这个超人蛋。哇哦，超大的超人蛋，好大呀！超人赛文，他的名字叫赛文奥特曼，时光小子，是一颗铁盒包装奇趣蛋。哦，这是一个存钱罐，这里呢是硬币投入口，背面也有赛人奥特曼。里面有果汁软糖，还有西西果冻。里面还有赠品，不知道是什么赠品呢？有什么好玩的呢？拆出来给小朋友们分享分享。打开奇趣蛋，哦，这里还有一张贴纸，真的好大一个奇趣蛋。有果汁软糖。你数了几块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共有八块软糖。哦，这个软糖是奥特曼的造型，
打开看一看，是粉色的软糖，软软的。很甜很香啊，非常的软，还有一包西西果冻，草莓西西果冻，还有一张彩贴，是奥特曼彩贴，哇哦，很酷的奥特曼。玩一玩，包装里面的玩具车车，拆出来。哇哦，很漂亮的赛车，好酷啊！车车有四个轮子，真是像是一个变形玩具。里面有人物，是奥特曼吗？变出来，给小朋友们看一看。这辆车车可以拆下来，这就是一个变形金刚机器人。再装上车车，很有趣的车车，可以把人物拆下来玩，是一个变形人物，又可以当做一辆小汽车玩。哦，车车跑得不是很快，这是一个变形车车。小朋友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每天更新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